纪电视节22日举办颁奖典礼，其中金宣虎和 Blackpink 基素分别获得了韩流电视剧男女演技奖，却可惜都没有到现场。이번에상을받게돼서너무나큰영광입니다내일정때문에참석하지못해이렇게영상으로인사를드리게되어서아쉽고드라마와영화를사랑해주신모든분들덕분에이렇게지원상을받은것같아서기쁘고행복합니다내앞으로도좋은모습보여드릴수있도록노력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台湾演员柯佳嬿现身，和江丹尼尔、巴木永贞、钟汉良等人一起获得了亚洲之星奖。안녕하세요，대구柯佳嬿입니다。谢谢首尔国际电视节颁发这个奖给我，可以得到这个奖，我觉得很意外，也很开心。然后我想要谢谢所有投票给我的粉丝朋友们，谢谢你们的喜爱还有支持。这次很可惜没有办法到现场跟大家见面，希望很快有机会可以见到大家，拜年了，恭喜恭喜。